識打桌球噶，點解嘅？識打桌球，係啱嘅。五個字嘅雀仔嚟噶，雀子嘅鳥類，識桌球，桌球，係英式桌球啊，英式，係英。鲨鱼食咗红豆会变咩啊？鲨鱼，鲨鱼食咗红豆之后咧，就会变成咩？豆沙。啊，系啊。老師話哪兩個英文字呢就最難教呢？老師話哪兩個英文字最難教？知話哪兩個英文字是最難教的？意思咯，意思難教。一種教的意思，係啦，就是意思難教啊。这个是一个宗教信仰，意思啱啊！你真的很聪明的。咩文具是最正义的？文具就是最正義的文具。是一啲四字詞，例如擦膠嗰啲咁嘅嘢。四字咩文具？擦膠個 friend 係邊個？敵人嚟嘅，原本係擦膠個。有 friend。紅袋型。正超啊 next 下一題下一題超個文具咧係一支支嘅文具係你想翻屋企用嘅，翻嚟書寫嘅。
咩爐咧就係、是、最臭嘅咧？電磁爐？唔係喎，再諗下。焗爐？唔係焗爐喎。我想問咩爐係最臭噶？咩爐最臭？臭爐？唔係屎。誒，類似類似類似。三個字噶。土爐、屎爐。乜乜屎爐咧 ？I Q 題嚟噶。屎爐。啊，係啦，答案就係多屎爐。答案係多屎爐。多屎爐。多屎爐啊，就是多屎爐。